各位你哋好，我系阿苏 Johnny Su， 今日打算练习一下拉花。首先当然系先打牛奶啦。打牛奶嘅方法同平时做咖啡嘅时候一样，冇乜特别。不过因为冇预先冲咖啡，所以牛奶嗰啲分量就要多少少。牛奶已经打发完毕啦，而家等我先倒落大拉花缸里面。今次因为系练习，所以我唔打算冲咖啡，我会用咖啡粉嚟代替。首先倒啲牛奶落咖啡杯里面，然后落一啲咖啡粉。呢一啲咖啡粉系我平时磨多咗留翻落嚟嘅，专程留翻嚟等练习嘅时候可以用。跟住落嚟就可以尝试拉花啦。第一个拉出嚟嘅图案系咁嘅。拉完之后，我哋可以倒翻落拉花缸里面，跟同样嘅步骤重复练习。因为倒翻落拉花缸嘅时候有机会会倒泻，所以喺底下边我垫咗一个托盘，同埋要预备定毛巾喺隔篱预备清洁。今日嘅视频就拍摄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会中意啦。如果你觉得呢个视频对你有启发嘅话，记得俾我点赞、关注同埋评论，我会用唔同嘅角度带你去睇呢一个世界。